你这样是不是舒服一点？这样给你，对你怎么样舒服一点？我都可以。下面有请第三组运动员 ，A 岛强东岳 ，B 岛 KA 康。听说强东岳是第二名。强东岳好像很厉害。他刚刚也出花样了。嗯。我反正已经我可以这样了，可以。我们在躺着看比赛，趴着看比赛。你这样，我们两个加油，好像动态一样的那种。感觉我们两个像，像很不认真一样，其实没有。我们非常，我们还不认真，我们还不认真吗？再不认真就把它扔掉了。我们都想找一个地方舒服给你们直播，我们还不够认真。我们可太营业了，我们营业之光，我跟你说。那我们是不是也不能过去打扰他们？比如说抓个谁过来问问什么心情什么？那就是略微过分了。哦、我们先安分一点。行，那先加油。可以。棒！棒！哇！我的妈！小壁虎！哇哇！哇塞哇塞，差不多。哇塞！卡！哦。厉害厉害！那是卡卡呀。嗯。A 岛强东岳攀岩成绩为12.78秒。卡卡前面跟我一起去滑了，他也摔了一下，是吗？嗯，我就是担心他那个刀冰刀都掉了，就是跟鞋子就是没有固定好。嗯嗯，所以就是比赛前一定要检查好自己，检查好背。嗯，要不要自己躺上？好可爱啊，你真的好像动画人物啊，你好可爱啊。谁？你像谁？有版权是不是不能说？好可爱。加油加油。哎，你说全部细胳膊细腿的。对，好，我看你跑酷的那个才把我笑死了，笑嘻嘻的去抓人家，就是你知道你的表情是嘿嘿嘿，但是动作是你给我过来吧。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你习惯性是习惯性了啊，表情管理已经深入骨髓了。就是嗨，我觉得可能是心态，就是没有说，也比的时候肯定是认真的嘛，但是最心底的自己还是放松。